给碗外挖洞的熊准备了个大玩具，本来期待着它能把管道挖通，结果到底是我高估它了，它挖进去之后就没再出来。管道另一端不仅没有熊，有没有啊？熊死了看不见，连熊毛都没有。快点施粥啊！敲了半天也没用，管子里听不到任何动静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把它倒出来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没有，我没看到。倒了一会还没看到它，最后，终于出来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快点把我重新埋进去！快点！